全港十五個年宵花市最後一日開放，有檔主減價促銷。在全港最大年宵市場維園，有不少人趁最後一日來買年花，左揀右揀都是為了揀棵心頭桃。艷蘭和這個菊花，這個蘭花就幾平幾靚幾健康，所以都希望香港人個個都健康。我想買水仙花。好，點解嘅？因為我覺得佢好靚，我覺得好開心，因為呢度好似好空曠，冇上年咁嘈。有檔主話平均減價五成，希望盡快清貨翻屋企過肥年。大家就最後衝刺啦，我哋亦都最後衝刺啦。咁啊，即係最緊要大家有需求，咁啊一開鋪已經開始殺緊嘅啦。咁你見大家都最緊要個價，大家啱心水啦，我又散到貨就 OK 啦。我都覺得唔錯嘅，係啦，咁滿意嘅，咁當然預期啊更加好咧。有店主話：我手上嘅串串金最好賣，寓意富貴榮華。唔少市民都爭住買翻屋企聚財，希望牛年牛氣沖天。衛生署話，前往十五個年花銷售點嘅市民，最遲喺午夜十二點要離開。場地使用者要喺朝早七點之前清拆宿棚並且清理。另一個賣年花嘅熱點旺角花墟亦都人頭湧湧，唔少檔主減價促銷。送鼠迎牛，大家有咩願望呢？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无线电视记者邓文浩报道。